飞机出现故障或失控的那一刻，飞行员在慌乱当中做的决策和举动，将决定机上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死命运。航空安全专家分析指出，飞机师在航行前必须熟读经验法则，以确保在极端的情况下处变不惊。除了应急挑战，事故发生之后，家属和目击者等人的心理健康也不容忽视。雪兰莪沙阿南艾美纳城八月十七号发生的一场夺命空难举国瞩目。虽然事故噪音还没有定论，但航空安全的重要性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航空安全专家哈利顿受邀参与马新社电台节目分析坠起空难时指出，每一名飞行员在航行时需谨遵经验法则，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更需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执行其中三大步骤。Rawatan semua sebenarnya adalah NC. Masuk you aviate dulu, lepas tu you navigate, lepas tu baru you communicate. 根据警方调查，型号为 N28JV 的失事小型飞机并没有安装飞行数据记录器，而空中控制台在坠机前也没有接获求救信号，调查之路困难重重。这名航空安全首席研究员保守推测，两名飞行员当时可能正在执行三大经验法则步骤，但最终未能及时与控制台对话，飞机就已经急速坠毁爆炸。哈利顿表示 ，N28JV 是在美国注册的小型飞机，不排除当局会委派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以及原始设备制造商的代表到我国展开进一步调查。另外，罹难者家属痛失至亲，也会瞬间陷入痛苦的深渊，重则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所以每当发生这类灾难后，卫生部都会派遣心理健康及心理社会支援团队，为受影响的事主提供情感和心理上的支持服务。Di Kementerian Kesihatan Malaysia, kita setiap kali krisis, kita akan mengaktivkan satu pasukan MHPSS, Mental Health Psychosocial Support Services. Kita akan standby untuk memberikan perkhidmatan sokongan emosi dan juga sokongan psychosocial. 不光是家属，亲眼目睹这起事故的民众也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和精神障碍。因此，当局才会提供相关专业的协调与支持，防止他们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